大家早上好，这边就是滚龙南坝。基銮出名的爬山的地方，这个可以说是基銮的宝。来，我就这边是我们的卡巴，遇到在卡巴了，在桥底下，遇到在卡巴。通常 weekend 都系满噶，通常 weekend 都是满的。Weekend 可以满到车可以泊 motorbike parking， 厉害了。这边有安哥在卖水果蔬菜。蔬菜自己种的。自己种的。对。来看一下。可以。哇，这个大姐是白菜自己种的。不要太多。我跟着。我跟着。两个枣。哇，还有椰子啊 ，coconut。番石榴。木瓜。番薯都有啊。阿妈在卖菜啊。没什么的嘛，阿妈多么开心啊，自由自在，哎，来，来，上面有一群大姐在，哇，厉害，什么舞来的？我们上去拍一拍。找大哥，你又去哪里啊？跳舞。跳舞啊？跳什么舞？跳现代舞。哇，厉害厉害。这家是什么东西？可以唱歌，可以跳舞的吗？哇，很好啊。OK OK， 开心一点。啊，我就开心了。啊，这个安哥几开心的，还有好多人啊，大姐几开心。睇到佢哋开心，我哋都开心。太美了。来，我们去看。所以有大姐在跳舞。人气更美丽啊，拉斯基部落地啊，对的，有两组人哦。哇，好厉害，很开心的一群组，走。走，好啦，呢度就系咁样啦，我哋而家上山啦。恒哥早，几岁啊，恒哥？86啊，还健很健壮哦。没有啦，这个啦啦这样不行。可以啦 ，OK 啊，好，拜拜。好啦，是大群猴子，这边在装修了，之前是一些比较废墟，这样没有人打理，现在很美。到。这间咖啡厅听说是不错的，我暂时还没吃过。可是这边很多野火，蛮危险。你们会抢我们的摄影机的，他以为棍他就会来了。进，上个厕所先。